看这个样子拿到好像也漏了，好像，那差不多吧。一躲一下，让他 W， 拿到金熊他不能吃，让他 W。哎呦，还 A 我呢！你胆子挺大的，小南斗，是两级了，还没两级吗？A B 两级 W， 一躲那 W， 再一到他 A 一下，再 A 一下。再 A 一下，很凶啊！难道我下那 W， 反正不要吃二难，不要吃难道的二 W 就可以了。W， 一躲，再一刀，没一刀，没一刀算了，赶紧走。哎呦，我最怕一不到一刀小兵是最尴尬的。这波三级了，我这波要学两级 W 才行。如果跟他打的话，要学两级 W。一刀学两级 W，A W。哈哈哈！刚好一刀他身后去了。Q 破天弓，一躲下，哎，没躲掉。一刀 A W， 哎，他是。没关系，没血来了，等下再来，把这边拉一下，他翻墙走了，一刀，哎 ，Q W 点了 ，W 往下拉开，这个要闪，算了，这个要闪，如果不被拿到二段 W 给挂到减速的话，我要扛起码三下塔。我来了，干他！我来了，他哪走？有点远了，哎，算了，有点远了。压人招 ，A Q W 秒杀，贼出塔，出塔 ，A 一下，再 A 一下，哎，没死呀 ，A 一下呀，这女坦，我都七级了 ，Q 破天弓，七血。一躲那 W， 压人中 ，A 一下 ，A 一下 ，Q， 再一下开大 ，A W 带走。哎，你脑子里面想的什么？我一清二楚，小南刀，知道吧？看似有机会单杀我，其实是陷阱，兄弟。他点了没好的，但是他有大招。其实我也不是很怕吧，他伤害不够杀我的。预判一下 ，A，Q， 好吧，线了，我点了刚好的，我点了刚好，不然他又死了。还不走吗？连血要来了，这波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了。哇！你还敢跟我打呀，老弟？那我不虚你的呀。这么凶吗？你伤害够不够杀我呀？拿下！想抓我，你可以试试啊！漫天飞雨！哎，来！抓我！你可以试试啊，老弟，这个墙他翻在这里翻过了，直接过来。他哪招？开扫描，打不雷，远程命中一过来 ，A 先 Q 再一道 ，A 开大，找着墙打不雷一点了那种。看没有？这就是
打不过呀，我队友，我队友犯病了。A W， 还敢打吗？一躲掉，隐身冰柱，先一刀 ，A Q W 带一手。这个男刀玩的很，玩的。打不了字了，哎，干嘛？看到我你还不走？一刀，这样开一下，哇，我动不了啊！哎呀，能走吗？哎呦，坏了。被困到死了。还行，杀了就好。我这不 W 闪啊 ，W 闪直接啊，我怕他有闪现，我怕他有闪现，我一被他闪现给躲了，所以我直接闪现秒了，不给他机会。能杀一个是一个，个人大赏金的。能杀这个岩穴吗？有中亚的岩穴，有秒表。哎，这，隐身冰柱一刀，大，哎，好好吧。其实直接开大就好了，直接大就好了。泰坦犹豫了一下，他想坚持一下，没大出来。好，一 W， 用岩穴大招一刀，直接整个大，直接噔逮到。无路可逃，老弟。哎，大龙，大龙一拿，游戏结束。为什么出女妖？然后对面岩穴太肥了，然后是岩穴这英雄比较克萨拉斯，他那个傻子阵，只要你打团不秒他，你都要砍很多 AP 伤害的。小狼还有40秒，撑点魔抗，没闪的这个人，一刀，一打不来，隐身冰柱先 Q 在一二零刀开中架，救一下兄弟们，一打不吸血，吸 A 一刀，主播萨拉斯死亡极限，知道吧？主播萨拉斯死亡极限。就你主要要承受什么伤害的话，你就出什么装，或 ADC 也是一样的，你主要是要打谁你就出什么装备啊。如果你主要是要打前排的话，你主要是打对面盖伦或者打什么，打一些很肉的英雄的话，你觉得没有法穿打不动，那你就要出法穿吧。这里看，不急，偷拿到大招，一偷到，开大隐身，找小炮，打不来，隐身冰柱一个 Q 带走，再一刀岩穴，盖伦来了，不好上，没中亚的，而是一上去他被盖伦一个沉默一个大招给秒了，都不好了，可以，好勾，先不上，等队友先上，好，可以没大招了，可以打了，一刀 ，A 打不吸血 ，A。A Q A 在一闪啊，这个傻子阵真的少收益就越高，越多收益就越低，越菜就会越强，越强就会越菜。一打不来，隐身冰柱先 Q 在一刀，快点了，一下来了，三下先杀一个，
上转一切 W， 一个来自 A 在 Q 带走 A 一下一小炮一大招，空大招，就要开一下，没杀我吗？哎，我被他轰到塔下去了，妈了，我被他轰到塔下去了，打赢了还好，能塞塔就行。高地的话就不拆了吧，高地就不拆了，我走了，我先拿四 K 拆，配合泰坦这个大，我先打 CD 快，大招直接留住 ，A W， 哎，不能急，不能急，不能急，不能别，没生命响，小炮，哎，有点乱打，有点乱的乱。来，不大招吗？感觉大宝剑，刺激！这把够不够精彩，兄弟们？告诉你，告诉我，这把够不够精彩？操作秀，塞拉斯进行打团还是你看随机随机应变、啊、这个装备的话我也不知道，再看吧。哎，来到一道AW 直接秒杀，刺眼血，也是没中，偷女坦的，配合泰坦大招，配合泰坦的钩子吧，能勾到不？随便甩一甩，甩出去 ，EW 骗个大招，一刀 ，QW 点了 A 带走，你过来再一刀，再吸个血。哎，完了！哇，极限，差点被拿下了。一波一波，就大舅子，大舅子，大舅哥，大舅哥还在挣扎。你看我这拆塔，你看我这拆塔 A 一下。1633的血。